妹们好，我是花田。今天一推开门呢，就看到小熊在吃薯片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吃完薯片之后的包装袋呢，不要扔掉，把它洗干净，它会有妙用哦。这里呢，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碎，也可以用打洞机打出很多很多的小圆圆。这样我们一份自制的亮片就完成啦，用它来装饰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倒入小半瓶的透明胶水，浇入水还有甘油，混合均匀，加入蓝色的珠光粉还有黑色的色素，彻底混合它们。那我们把镜头拉近，可以看到它表面星光闪闪的，看起来很像夜空中的银河。最后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还有小苏打粉，这样我们一款无硼砂的银河泥就完成啦，非常的柔软哦。装在喜欢的容器里面，把刚刚自制好的亮片呢撒上去。看视频里呢有一点点曝光，如果你动手做食物会感受到它的漂亮哦。好咯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你还自制过什么神奇又美丽的填充物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